大家因为时间好像比较赶，对不对？那我自我介绍方面的话就，等一下，怎么跳不回去了？我自我介绍方面就讲快一点，对，那这个投片非常感今天下午边在 Google 听演讲时候边做的，因为我是临时忽然想讲一些，想分享一些，对，我是今天下午临时跟那个月亮报说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，对，那我的兴趣基本上这一列，对，就音乐、舞蹈、摄影、旅游啊，或是魔术那些，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很多都有碰过，我都有去玩过啊，现在比较。应该说现在比较专精的应该是比较偏最后留的是音乐跟旅游。那旅游方面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。对旅游我以前我可以去为领队群开公路跟河流的课，我可以跟你讲全台的公路河流，对我可以跟你讲原住民，我可以跟你讲台湾有几个国家公园在干什么，我可以跟你讲风光风景那些。然后来我比较想讲是因为旅游的时候因为要大家说服务业嘛，服务业要对到很多不同的人。对，所以基本上你要会，有时候就是你要会一种很多技能，所以基本上这些技能其实是在做旅游的时候慢慢去学出来的。这样有时候小朋友不乖，对，很吵，对，有带过小朋友，老师应该都深感同身受。那所以有时候就要学一些那个魔术，就是为了骗小朋友，因为有时候魔术一招就可以让小朋友安静下来。对，比方说你刚刚发光，它就是那个虚拟，后来所以你就可以安静下来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说好，那现在可以听我讲了嘛之类的。对，然后后来舞蹈是以前，我也是跳街舞的，对，可能因为月亮，我大学的时候也是很爱练舞，就每天练到三更半夜之类，大概练到大三吧。啊，所以这样功课比较不好，因为通常大家的认知好像这有几个有点差，学舞蹈的好像功课都会比较累。我不知道这不是一定的、啊，我们当然我有认识那种跳舞的功课很好的，正常讲大家会。说什么跳的孩子不会变坏，这个好像家长比较不信，我爸也比较反对这个啊。可是这个东西我后来也是有练到，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你把它练到可以教人，就是我觉得教学相长的时候，对我就有接过编舞蹈的 case， 那个其实就是去帮小朋友编舞蹈啊，小朋友怎么认识的，带团认识，带旅游认识的，后来帮小朋友编舞蹈，带他们去比个赛，对啊，也蛮轻松，轻松就可以几千块或是几万块，而且就是当运动一下，一个礼拜去一两小时运动一下，就有薪水可以入手之类的。对啊，摄影是以前在学校常去拍，因为我在交大。对，我交通大学电子物理所毕业的，我们有美组嘛，大家知道吗？对，这里面有清大的嘛，对，交大跟清大、啊、就是亦敌亦友，对，以前一些恩恩怨怨之类的，所以，对，啊，后来那个美主席都两校竞争的话都非常激烈，那个门票通常都是要排，也不是排好几天啊，可是要排一个晚上，要去那边打桌游之类的才拿到了。啊，这时候摄影有什么好处呢？免费入场。对不对？就是你有特权，跟记者一样，对不对？我是摄影的，然后就进去了。对，然后你就可以免费看比赛，不过后事后要缴交照片给学校就是了。对，后来音乐是后来我也是在带团的时候，我在带旅游的时候，因为晚上有时候我们常常主持一些活动，后来有一个东西叫做气氛曲线，就现在很嗨很嗨，还有等一下你要让小朋友哭出来，通常毕业旅行嘛，对，最后一天，所以通常我们最后都会那个要稍微就是刚说，又到了最后一天的晚上。这两天真的很感谢各位，对，在这边呢，就是这种气氛的时候，觉得要一定要学个音乐嘛，所以那时候就去跟人家学一下吉他，所以这些不学无术是我在带这个行业的时候带出来的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东西，我要讲叫附加价值。对，有的时候你在从事一些行业的时候，我觉得是看有没有再学到一些其他东西。对，虽然这个钱没有很多啦，那时候一天旅游界基本上一天新人的时候，有的更凹了800块，有的实习没有给你钱，啊、还要守夜啊，有的做到我现在做到好，但也有很好的啊，做到好有一天4000多块的也有。对啊，不过24小时随时待命，客人有什么事，忽然想尿尿啊，都有什么之类，忽然肚子痛什么之类，那个基本上对都要需要处理。啊，司机迷路啊，对啊，有客人抱怨啊，比方说像你们一群人，有人说我想睡觉，有人说我想唱歌，对，这时候你就要去协调，对，因为你是在外面的啊，有时候里面我们在外面跑的嘛，有时候团不是我们出的，行程不是我们排的，行程是里面排的。比方说他排从台大到师大一个小时，你就开始想说台大到师大一个小时，天哪，明明10分钟，剩下50分钟我要干什么？对，就是这种之类的，所以这时候可能就会说司机大哥。车开慢一点，对，这你口气重一点嘛，当然轻松一点啊。可是剩下多50分钟，有时候你可能就要想你要干嘛，对，你可能就上去说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看个那些年之类的，对不对？一头是看一遍，要不然就讲讲笑话啊，对，要不然就唱唱歌之类的，对，很多啊，对，所以以前为了那时候要撑场时间，我那时候还把笑话都全都准备下来，以前的我笑话非常多，现在应该。已经过巅峰期了，以前我是把笑话很多分了别的，鼠牛不动声嘛，然后结果说生肖笑话有哪些，鼠有什么，牛有什么之类的。所以你们可以在车上一直讲，就是一开车就可以讲到，基本上我们是开车一讲就等到一个休息站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一讲，那是基本功力，而且休息站我可能都还没有讲上，还要讲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没有讲完，各位同学，对，等下叫你们唱歌，对，大家稍等一下，我把该讲的讲完之后之类的，对，因为这是一些兴趣啦。啊，后来，讲，好，后来下一，然、啊、后来这个，现在这个解析度没关系，就是以前带团经历没有全列出来，因为这今天忽然要复制贴上的时候，犯人太多了。对，就是什么毕业旅行，然、不用放大，不用放大，没有看想象就好。应该看得应该看不清楚吧？有没有视力2.0的？没有吧？对不对？
应该看不出来，这是很正常的，不要担心。对，就是可能带过一些毕业旅行、员工旅游啊，还有一个比较刚刚有的很有趣的两性联谊，刚最近也有在带，以前也有在带啊，最近刚当兵回来。我当兵也在监狱当，真巧。对，刚那个在监狱当新辅官的，太巧了。对，以后有，花莲自强吗？哦，花莲监狱，哦，花莲有两个，就自强。我们在军监哦，我比较特别，对，我去自强受过训，对，不是我不是犯罪啊，我是当兵，对。后来这些资料可以学蛮多的，对，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啊，这大家知道这是哪里吗？猜看嘛，没人要猜，山，当然是山啊，不然能海吗？什么山？玉山？没有，不是。拉拉不是，拉拉在桃园。合欢山对，好对，合欢山非常，这边有雪，应该就合欢山。玉山通常海拔2216，最高2450，那边是比较不会绝霜。玉山这边大概不是玉山，不好意思，合欢山这边大概3275。五岭啊，五岭知道吗？加个逗点。哦，对对对，没有，这是现在是超快星，现在超快星，对，因为我在赶时间，对啊，对。为什么投影片我不听话？等一下。大家怎么一直往下？我要往上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时间不够，因为我时间不够，是吗？所以那我直接讲产品。OK 吧？等一下。想赶上你的步伐。右键下一张。我一直按左键，为什么我按左键，为什么它一直下来？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投影片现在不太听我的话，对不对？要控投影。好，那现在我们靠上。等一下，没有啦，今天是比较正常的，对。为什么他现在一直不听我的话？好，回来。好了，那我从这里开始讲好了。好，我从这里开始讲哈，没关系，我们对刚刚中间全跳过，没关系，以后事后要中间好像没有，其实前面都没有很重要，现在才要开始。好，现在刚刚是开场，对，好啊，我们现在也有在做 app， 不过这个不是 app， 这是一个网页解绑啊。我只要跟大家讲的是技术啊，刚好像蛮多技术的嘛，大家有问题尽管问，没关系，今天轰我，对，今天轰我，对，好啊，我们现在是想做一个刚刚那个有他要卖东西的吧，对，卖东西的，对，要先搜寻附近所有人的地点嘛，他刚主打地点，那我们现在想做一个是。我想做一个这次总结的，就是比方说我们去一些地方，这个画面还蛮漂亮的，对，是我们佩服一下自己拍的夜景，对，我们去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应该知道是哪边吧？信义区嘛，101都在你眼前了，对，大家通常约会嘛，有时候会都要避免，然后踩到雷啊之类的，所以这时候通常都会上网，对，可能你会去 Google 啊，对，有一只鸡，对啊，可是我们就想说，对啊，通常你要砸家电话要问很多人，有点麻烦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才想说，那能不能我做一个平台？对，这种之类的可以让人家很快，我可以整理地点，我可以整理食物之类的东西。对，那基本上这个东西啊，为什么取名叫 SHERE 呢？因为 SHARE 有人用了，对，所以这么是取名的时候，稍微避开一下，跟人家同音但谐，同音但不同字就可以了，对啊。需求基本上就是刚刚讲的啊，也一个是你在做一个平台的时候，很多我要提供是朋友去过，所以你可以知道，你可以去回去问朋友。对 ，Google 上的时候 Google 出来还是很多杂，可能很乱啊，或是你也不知道谁去过，对啊。基本上我们现在要主打一些地点，那我现在我先快点讲，对，因为时间没那么多。啊，这是大概现在网络上做的大概界面，对啊，大家回去可以，你可以打 SHERE.TW 可以进去啊。不过现在有我先说一下，这个是首页嘛，首页基本上现在可以用。啊，后来吃的跟这个是名人，我现在把它关起来，先不要用，因为现在有 bug， 对，还在有一点前几天出现一点 bug， 好像网络蟑螂来了，所以在解，对。后来地点，我现在主打的这个是我地点。那我地点基本上你可以在这里很快有登录这个界面的话，那边右上面那边可以登录。如果你现在用电脑的话，可以登录。对，那边登录后，你在这里你的打卡的东西，你上来看可以看到。比方说你搜寻某个地点，那你看到所有在那边打卡的有谁按他的评价。那甚至我可以在上面附一些小广告跟小地点，像大家来这一带打卡应该会打台湾大学吧？对啊，可能我不会打某家店，比方说这家店叫做什么？XYZ， 对啊，今天假设来这家店的时候，你因为正常讲没有人打 XYZ， 所以你会打台湾大学，所以我们想说，那在地点上面，我可以用这个大地点的捞的大曝光量，我可以去跟小地点说，那要不要我帮你放上去？啊，对，然后可以让更多小地点增加曝光量之类的，那就可以进而去跟一些小店谈合作。啊，这个东西是名人啊，现在不是漩涡名人，对，是那个很有名的艺人之类的，我想做个让人家可以去观察某些艺人的，因为有时候某些店大家会觉得，比方说周杰伦在哪边，追星嘛。对啊，我是他什么忠实粉丝，五月现在去哪边之类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比较想做一个是名人的。后来吃的是用吃的，比方说你今天想吃什么，或你想吃什么类型的东西，对，他会帮你抓吃的类型的东西的资料。对，那这里我主要是想做这些分，我们是想做这些分类，让人家上来后可以很快的捞到那一类的资料量。对，那后来这基本上是这个第一个产品，对啊，这个大家有机会可能比较正式上，现在还在慢慢写啊，有正式上线后再跟大家讲，已经上线了，可是有点 bug， 大家可以上去玩玩看，对，去串一串看我们 server 够不够硬。好啊，后来下一个，好，这个 app 现在已经上架。各位像有现场用 Android 手机的，可以举个手一下吗？
全都是 iPhone 吗？对，你看，真基本上除 iPhone 外都是 AS 的，对。那你们现在可以再看这个，你们如果在那个 Google Market 那边，你可以打 YOGOSONG， 对，这个东西现在可以载到了，对，刚出来不久，对吧、啊？这个当大家讲，大家有现在有的话可以载一下啊。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对，这个东西我们是想整理，主要是这个脸，他大家说很鸡掰，对啊，这个脸有人说很像我，我就觉得哪里像了，对。当初有人说很像，我就觉得哪里像了，都应该不像吧？哦，时间到了，好，没关系，哦，讲快一点。对，这个主要就是我们一般听音乐是，你有大家有在用什么软体 ？KKBox， 对 ，Mr.Box 之类的。而我们想说，我们现在主打是你在我要去用一个软界面，可以很快去看朋友在听什么音乐，看什么电影之类的啊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才做这个。那这个东西我简单讲一下好了。哦，这个把大家直接载嘛，这边就不用了。哎，我现在发觉很有趣的是，我好像没有放上来，好，没有关系，大家想象一下，嗨。这效果非常感，感到非常感了。想象一下，没关系，直接切上也好。好、啊，没关系，直接讲一下。想象用想象 ，OK 啊，想象。各位同学来，七分靠想象，三分靠印象。我们多用想象力才会进步嘛。好，来，这里有很多，假设这里有很多是你一个朋友这样列出来的，他的表是这样。现在有人用的可以在网络上看 ，iPhone 我听我说好了，或是你可以你旁边 Android 是用的。后来这个人旁边他可以直接让列出来，他听什么看什么，而且是 YouTube 的连接，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点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可以看他看什么听什么，一网打尽。后来你可以直接点进去他的界面。去听他的歌和看他看什么影片之类的，那、啊、这些群是全是到 YouTube 的连接，对，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技术，跟刚其实我觉得一些讲到现在有人在做的那个叫 API Facebook API， 吓我一跳，怎么有人突然走过去？Facebook API 那边去捞朋友见面的 YouTube 的连接，后来再把它用一个很清楚的界面去这样分享出来，那也就是说你一上完你就可以顺便看一下，哎呦，我们在听什么歌，在看什么影片，对，有时候跟朋友聊会比较多一些话题，我们想，因为像。有些音乐平台它是给你大量音乐，它去买大量版权给你大量音乐啊，可是它有影片，可是它没有比较没有互动区。那现在是 Facebook 这些这么盛行嘛，所以才想说现在做一个这方面平台啊。现在大家如果有的话可以再看，对啊，有人载到了，好啊，那基本上差不多这样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直接关心我们开放两个。对，技术也可以啦，技术也可以，对，没有问题就太好了。不过正常人没有问题，应该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。对吧，老师？对，正常讲有没有问题？哎，不对啊，毕业旅行学院通常都问题很多，不过都是很白目的问题。等一下，旅馆的什么旅馆里面的有没有什么三温暖啊？就是当然没有啊，对啊，有没有什么健身房可不可以踢球啊？对啊，有没有可以打电话去柜台玩啊？对啊，什么之类，就是一些很莫名其妙的问题，还是没有问题？哎，太好了。你说前几年开放音乐平台是哪？哦 ，Spotify 哦，对，这个刚好 ，Spotify 先跟大家回顾一下，他之前在外国欧洲，对啊，前几天听说九月底，对，前几天忽然听说什么你要来台湾了，对，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不知道是喜还是忧，对，所以最近还在慢慢调查一下，对，这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，变化永远赶不上 Spotify 的一句话嘛，对，所以有时候要看一下他现在来台湾，我们有在分析啊，所以现在我在分析有 KKBox、Mr.Box 跟 Spotify， 对吧、啊？大家如果有了解也是可以跟我讲一下，对，我们现在分析，比方说他好像也有社群，他也是有提供大量资料库，不过我现在是用他跟 KKBox 做比较，因为在台湾来讲的话、Spotify 大家应该比较少人知道，对不对？还是很多都知道，哦，太好，有人要分享 Spotify 专家，我们把麦克风交给专家，大家掌声鼓励鼓励，哎。啊，有时间吗？就是我去年在瑞典当交换生，然后瑞典的时候就大家真的都用 Spotify， 然后就我刚听的时候听到这个 app 就有点紧张，因为 Spotify 最近刚进来嘛，然后就是比如说像我现在可以知道我们那个 Facebook 右边有一个跑马的，你就知道朋友有 like， 然后他 Spotify 也有一个类似的，所以你知道你的朋友正在听什么音乐，就透过 Spotify 正在听什么，然后我也可以分享我的那个播放清单给大家，然后他们还有做的一个就是 discover，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听的这首歌，然后跟你类似的曲风，他会帮你做一些相关的音乐。所以就是我刚刚听的时候就觉得很紧张，就是看你们要怎么做市场区隔。好，没关系，现场听，现场马上想到，对。他的朋友排序是怎么排序的？有研究吗？我们现在在研究一个东西叫朋友的排序，就是他通常捞很多资料来，通常一定要怎么处理嘛？所以我们现在想说，能不能让我决定谁比较在。像我的好友可能3000多个，我可能要想说谁在，因为说你那翻起来哇塞一大堆，对，所以我想说谁可能在比较上面之类，就是在朋友排序上面用，你点我跟我点点的 like 数去做一个演算法的应用，对，这是一个，啊，要不然其实也不一定，你今天人家强，对吧？比方说今天三国嘛，那个曹操来，我是刘备，啊，我们就去找孙权啊，所以
你可以去跟 KKBOX 或 Mr. Fox 什么相关之类的，对，可能有没有那么熟悉的才想说，比方说他是做什么，他比较有版权，那我是不是比较有互动，我有这个技术，这是其中一个啦，对，这是其中一个，对吧、啊？当然这个也不太知道，所以大家也可以，对，有问题的话可以多多指教啊。那时间到了，如果大家之后有问题，对，或者使用上有问题的话，对，可以跟我联络一下，对，我乐意为大家解说。好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好，谢谢。